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把发射器的名称叫做，这边写着 Feline 山猫的意思，然后下面是 Blaster 发射器，这一把是山猫软弹发射器，这一把的配色是 EVA 的配色。OK， 那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配置吧。里面的包装看起来还 OK， 都是用这种软泡棉切割的固定方式。这个上半部放的是发射器本体，这个是一包工具零件包，接着有10发的指甲，一包软弹，还有扳机握把跟前下拉握把。里面的配置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内容物，接着我们把它拿出来做组装。盒子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啦。这把发射器一些部件是要自行做组装的。首先我们先打开它的零件包，零件包里面会有一个六角扳手跟螺丝起子，十字的。那我们首先把前握把先装上去。前握把在装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能装得太后面。装得太后面的话，会卡到后面的枪身，会导致上膛不完全而不能击发。接着我们把扳机握把给装上去。OK， 这样就组装完成了。现在来试拉一下，气密看起来还 OK， 只是还需要再加强。这个是里面它附的10发指甲，它是涂牛式的设计，弹夹是直接插在枪托上，它是不需要做上膛的动作就可以直接做插拔，所以相对来讲非常的便利，也是现在新型的手拉发射器比较流行的设计。整把发射器组装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形态啦。再来替大家介绍一下发射器上的一些细节。首先，它是全注塑的发射器本体，虽然它一样是两片壳的设计，可是它的发射器枪身上是没有任何螺丝孔的。据说它是用超音波焊接的方式，把本体的两片壳给焊接起来。枪身顶部有做一个全铺平的战术轨道，下面这个是金属的内管。金属的内管长度我量了一下，大概有到50公分这么长。这样子的长度在这么短的发射器上已经算是很出色了。这把发射器全长也只有62公分而已。接着内管上会有一组弹簧，这一把发射器是有设计回弹的功能的。下面就是下拉握把，下拉握把也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握把去做更换。这个是扳机，这一把发射器是没有做任何的保险装置的。后托上有设计一个观测窗，可以观测推弹嘴或软弹有没有正常的进膛跟闭锁。枪托底部则有设计一些孔位，可以让你去安装枪背带。这里是弹夹释放钮。装弹夹时不需要上膛就可以直接插入，实在是非常的方便。来看一下背面，背面其实两面的设计都一样，没有任何的螺丝孔。这边会有一个山猫的刻字，弹夹一样可以左右手都可以操作，也是非常的便利。接着我们测试一下工匠指甲能不能做使用。很显然的，这个是通用的。顺便测试一下枪口能不能装
工匠的膛线管，内管的外径比较粗，所以膛线管是没有办法塞进去的。这把发射器有一个特色，它在拆装跟保养来说是非常的简易的，只有两根插销的设定，后托的插销拔开之后就可以直接抽出后托。这里面的结构是三通跟上面的推弹嘴，推弹嘴移除之后，三通就可以拔下来了。拔下来后面就可以很简单去更换弹簧跟活塞环，还有气缸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组装起来也是非常的快速，依照顺序装回去之后，把插销插入就完成啦。那接下来就来替大家演示一下发射器的操作跟射击模式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做拉一打一的示范。在原厂未改的设定下，拉起来真的非常的轻松。接着来操作一下连发的方式，只要扣住扳机，连续的拉动下拉握把，子弹就会连续的发射。基本上这把发射器就有这两种射击方式啦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原厂设定的初速表现如何吧。首先，我们先用工匠五发短弹来做测试。再来用 AF 短弹五发来做测试。整体测试下来 ，AF 短弹的初速会稍微比较高一些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把发射器的准度吧。10公尺，我们先用工匠短弹五发来做测试。接着更换 AF 短弹五发来做测试。15公尺的距离，一样先用工匠五发短弹来做测试。接着更换 AF 短弹五发来测试。测试心得，10公尺的准度表现都还算中规中矩，但15公尺的散布范围就不太集中，且下坠比较明显，之后还需要通过膛线管的校正，
和改装强化弹簧来提升初速，改善远距离的整体表现。最后来讲一下这一把山猫软弹发射器，在我这几天使用下来感受到的一些优点跟缺点。优点的部分就是这一把发射器它是土牛式的设计，拥有一个冲锋枪的大小，但是它却有50公分长的金属内管，上膛也非常的好拉，也有回膛式的设计，弹夹也可以通用工匠的指甲，后续的保养跟升级也是非常的方便。缺点的部分就是这一把发射器还有很多需要改良的空间，厂家附的气缸是亚克力的材质，经过几番的操作很快就会裂开了，我自己也有碰到。再来就是气密的部分还需要再去做加强。山猫发射器其实就是 Lynx 的注塑版本，一定会牵涉到所谓的版权问题，是否购买就由各位玩家自己去做决定啦。OK， 今天的影片介绍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。如果对这一把山猫软弹发射器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哦。谢谢你的观看 ，See you next time。